哈喽伙伴们，有人告诉我新版本中就是方块变成圆形的版本，石巨人消失了。伙伴们，众所周知，石巨人他是蒙眼星的老大，蒙眼星的老大真的会消失吗？难道你们不好奇吗？我记得前几天我还能召唤出来呀。今天好多人告诉我石巨人消失了，伙伴们，今天我们来看一下迷你世界中的石巨人他真的消失了吗？我们来测试一下。伙伴们，你们先来选一下 A 石巨人消失了， B 石巨人没有消失，因为他是蒙眼星的老大。伙伴们，烈焰星的老大黑龙并没有变化，也没有消失，你们看到了吧。伙伴们，召唤石巨人的方块是无金块、琥珀块、星铜方块和一个紫萤石块，你们记住了吧，就是他们四个。我们把方块放在石像的第四格，一二三四，这是第四格对吧，一二三四，一二三四，一二三四。伙伴们，现在我们来测试一下，石巨人并没有消失，伙伴们你们看，我召唤出来了对吧，蒙眼星的老大并没有消失，伙伴们你们记住这几个方块千万不要用错了。我们来看一下它会出现吗，伙伴们，它出现了，它出现了，你们看，我们必须要用无金块、琥珀块、星铜方块和紫萤石块就可以召唤出石巨人，石巨人并没有消失，你们知道了吧。